这就叫废物利用。 他需要的只有爱心、耐心和死亡。我认输了。
有同学知道辛奈萨拉在哪里吗？
武者要跟你玩。我没多少时间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一辈子栖身在黑暗当中。真正的力量源自于内心。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真正的力量源自于内心。前来报道。
述你的案情。逃避圣光，就只能一辈子牺牲在黑暗当中。前来报道。你最好跑快一点。逃避圣光，就只能一辈子栖身在黑暗当中。真是精彩！混境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强。好好记住，我的到来就是你莫大的荣耀。枷锁解开，世界在哀嚎。